今天的 MVP 就是我们今天表现非常好，先发主投七局只被敲三支安打，送出七次三振，守护主场胜利的府城金孙古林瑞阳。好的，那呢我们也邀请蓝盈盈帮我们颁发今天的 MVP 奖品，搜救的和牛烧肉券来给古林。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国光牌的吉祥物 Lupi 在赛前我们开出好球，那呢今天也在现场陪伴我们一员，谢谢。好的，那呢我们合影结束之后马上就来访问一下今天的 MVP 古林瑞阳。好，那要问一下古林，因为上周呢古林跳过了先发轮值，延长了你的休息天数，那今天对战是本季第四度来对战对手哦，那目前还没有拿到过胜利，那我想问一下在赛前你有没有问跟那个捕手去讨论是怎么样有办法完成顺利完成拿到这一次呢首次的对战首胜。就是很谢谢崇宇的领导嘛，然后也谢谢对我们的帮忙，然后才有这一胜，谢谢。是，那投捕搭档的默契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崇宇的帮忙啦。那呢大家都知道古林刚刚拿下八月份的 MVP， 出赛了四场，总共呢投了26.2局，那其中30K 是联盟最多，通常拿完 MVP 之后啊压力都会蛮大的，你今天呢在先发前压力有三大吗？也是三大啊，还好啦还好，反正就是一场比赛嘛，对啊。是，那其实哦我们的比赛到了尾声，那非常多的奖项都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竞争了，那自己有没有想要在剩下的比赛中呢特别拿下什么样的奖项呢？我想拿下每一场胜利而已，对。好，以团队的胜利为目标前进，那也希望古林继续用他的好投来陪伴我们拿下一场又一场重要的比赛。好，那呢在今天这场精彩的比赛结束之后，首先我一定要先大力的称赞你上次表现的舞蹈非常的棒，大家觉得好看吗？上次诚意有到对不对？那今天可以吗？ OK 吗？好吧，我看他是跳上瘾了，所以希望大家没有上瘾。好啦，大家还是要陪古林一起来好不好？来，我们请古林就 MVP 舞蹈位置。好啦，我们今天要让古林挑战什么样的歌曲呢？音乐请下。快追求力量，勇敢带上蜕变后重生，统一最强，谢谢。